打扰一下，摄像像，我刚抢到了麦当劳限量的猫窝，就是这个小脑袋可以伸出来的。我家猫不喜欢，但我很喜欢。这个袋子质感也不错，反正我是舍不得扔的。是这样式的一个猫窝，这里可以扣起来，然后要么就是把这个卷上去，这块扣起来，侧面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洞，还带抽绳的，里面这个板儿可以拿出来啊。但是，我儿子这个胖臭啊，这个巨臭，这老臭老臭的了，这个板儿，还有一条这个东西可以拆的，然后拆了之后贴在上面，哇，这个好可爱，我最喜欢这个猫猫汉堡。还有一个手册，看，它是三款，我是这一款。反正就是使用说明吧，上面。放只猫试试看，我们家是一个8斤左右的女性布偶，看着还挺从容的。我花99块钱买了，你必须得信。哎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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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哦，已经开始抓上了。你很上道嘛？你很上道嘛？来，你从这儿伸出头来，妈妈给你拍一下。来来来，这个猫是9斤左右。也不是很胖吧，反正我们家猫跟我一样干不落下。是每天上午10:45，麦乐送的99块钱的那个套餐，内容就是个猫窝，还有一个双人餐，是双人餐就是这样啊。挺寒酸的，反正我一个人我是吃不饱。暂时包装盒还是挺好看的，像猫咪。